给姐姐绑个头发。睡觉时间一秒不浪费，姐姐掀起来洗漱了。阿婆做好早饭了，自己也起床洗漱一下，再简单护个肤。弟弟也起来刷牙了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要喝水，弟弟自制早饭。先送姐姐上小，没有一个小朋友能逃过不容易。你赶在最后一分钟都是圣诞节。刚才走的时候很勉强的跟我们笑了一下，我说加油了，我说你可以的。勉强的笑一笑。我要去看一下姐姐的疫苗分别还有哪一针没打的，然后给她预约个时间，下次来打。对呀，人家都休息了的。弟弟还在家玩。终于找到姐姐了，找不到车位，停在路边，着急赶回去。开心吗？有认识新朋友吗？你今天上学学的是什么？上什么课？还给老师了，还给老师了。老师有提问你吗？那你会回答吗？那就行，老师提问你会回答就可以，听不懂的也可以再问老师，知道吗？啊，在学校里吃完饭要多睡，多睡，多休息。顺利把姐姐接回家了，晚上就是我的工作时间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